有没有后面？是啊，那田老姐，草老爷子不丢死了，够顶。原来为了爸爸，为了跟伢们讲一个负责定位我哇，根本用我小工小掉你。他我嘛跟他们跟没事啊？哦，好大了，不要做最后一名就可以了啦，咱们就保命就行了。打了三七一没关系，咱们就这样说。你看直播，慢直播，可以的你呀。你睡过来，听哪样？这刚好是人啊。为了沙田啊，钓行过来重要一只丢失，他们一只丢失最吃饭，贵人哦。怎么可以丢车子看呢啊？后来个停车搞定啊？啊？哎呀！感谢叶，谢谢叶，感谢二三三，感谢田老爷，感谢小林，谢谢蓝妞，感谢九多多，感谢八六，谢谢猫子，感谢幺零三，感谢了。刚才谁打了我？刚谁打了我？来过去了，你过去了看一下。来，秀奈，来收到，秀奈。欢迎七八哥，我们首哥哥。欢迎谁啊？欢迎这个，欢迎那个，是吗？江西婆啊，有病吧？啊，说的是柳昭伯，你欢迎谁？刚才说啊，把我关注点上来，把我关注点上。谁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啊？你是谁啊？跟我是没有半毛钱关系，你给我低调点，这把是我的话语权定啊！你个贼分该啊！他没条件是吗？那就打这个柳昭伯来。既然没条件，咱们抓打一个没有条件的、啊。直接打柳昭伯一个人顶，你是萝卜鸡啊？你是马？你来羽绒服我加上，一个人顶我就打你了，给耍出去，就打柳昭伯来。你个贼分该啊！你竟然敢说我有病是吗？一个人顶，直接有病的，知道吗？懂吗？多少把的？一千把，直接一个人顶。一千把，哥们们，一千把，就是现在这个收割，对吗？有没有大哥帮忙一下？有没有大哥？他怎么帮忙一下？黄金堂站一起来！闪面走走，闪面走一下，闪面走走，咱们闪面走一下，闪面走走。来，可以把一团那个人换。谢谢。有没有大哥？他怎么搞？是我走的。帮忙搞一把，哥们帅哥，一团吃饭。谢谢。咱们有没有大哥？他怎么来个眼睛里挖洞？有没有大哥？心多多，哥们们帮忙搞一把，哥们们帮忙搞一把。谢谢月儿，感谢月，谢谢月。什么情况？谢谢，感谢大哥，谢大哥。还有三叔哥，感谢三叔哥，感谢。一千宝台宝。首次送礼只有一个而已，送两个他没有发呢。他没有发呢，只送一个，一个他是没有发呢，大哥，没有发呢，一个就可以了。打首次送礼。我们家能不能打点凝聚力？能打点凝聚力，怎么打点凝聚力？好吧，怎么能打点凝聚力？全谁放音乐？你们两个龙狼不要放音乐，吵死了！他说不要跟我说话，下车！该喝掉，叫他该喝掉啊！谁叫他说话的啊？江西婆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我怎么没有？现在我的票最多，怎么的啊？我就要说咋的？三个人就我的票最多，怎么的嘛？过家奖各种来，过家奖各种来，过家奖各种来。感谢我马英哥，感谢我马英哥，下面就来一人出个小心心，一人出个小心心，那就该撤去了吧，小雨哥哥。给你们快，七个老点，两个老点，给你们，两个老点，给你们来，一端点，帮忙搞一把。那你张开来嘛，你这个别张开来嘛，你把别张开来嘛，还吵得别都张开。你要丢瓜掉，丢渣掉，丢蛋嘛，丢蛋了，乌鸦个丢火，刚刚那只啦。这都是个没水的，这位置的。
小家妹说这位置噶，小家这老妹那个，这老妹那个都有一家，这老妹个跳舞这位置噶。那你呢？怎么俺都有反对？还差三个，还差三个小家庭，俺都有反对个，我忘记恁弄翻了。那好电脑这上个恁得了，到时间俺充电啊，俺充电充啦，一电脑一个够电啊。一买了单了，一买了过了一只钟头就回来，也没够电呐。还差两个，还差，也没够，也没够电。听吗？哦，从一条到了，从一条到一条到，到，对啦，真老是忘记啊。有得事啊，没事你有得什么事放在台灯下了嘛？忘记恁东台一条到个，有只三人证啊的啦。给他弄，我来卫生了，我来生了。我电动车上位啊！我电动车上位行上位烟。来，哥哥啊，一千毛了，咱们现在一千毛。我最不省了，丢到的，丢到个三万，我这三万这个丢到个的啊，记得吗？来，感谢叶儿，谢叶儿，感谢，一起帮帮忙了，一起帮帮忙，能帮了，咱们一起帮忙一下吧。有没有后面的大哥他怎么拿个眼睛里挖桶了？怎么一千毛，宝宝一千毛，能帮怎么一起帮忙一下，好不好？你在那里跟他说，跟谁说嘛？感谢。有没有哪个大哥他怎么照了一个眼睛，好吧？怎么不要单单靠一个大哥，好吧？辉哥能给阿斌来个眼镜吗？能不能给阿斌来个眼镜？欢迎艾哥，欢迎大哥。有没有大哥他怎么照了一个眼镜，一千毛，感谢我叶儿，谢谢叶儿。有没有哪个大哥他怎么帮忙一下？怎么不要单单靠一个大哥，好吧？怎么能帮怎么一起帮忙一下？谢谢辉哥，感谢。感谢，有没有哪个大哥大怎么再帮忙一下，好不好？江西伯上来了，不要柳州伯上来了。他妈的，柳州伯有点条件了，丢了，柳州伯有点条件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嗯，我的身份证，浪费了。没有电了，咱们有没有其他大哥大怎么帮忙一下？哎呦！谢谢艾哥，感谢艾哥。哎呀，真的来到这里，一口气都没穿下去。感谢大哥的暴龙眼镜，来得好及时啊！亮，谢谢平安，欢迎平安快乐。感谢我们家月，谢谢月。哎，哥，你的眼镜掉了啊，没打上去啊。大哥，你的眼镜掉了，没打到血，没打到加成上。柳昭婆跟林文英打晚上的是输的是吗？他妈，你说人家输，人家现在有铁拳打3500票，你没有看人？小看这个柳昭婆谁拉了上来了？感谢叶，感谢妈祖，谢谢小林，感谢心疼，谢谢九多多，感谢蓝妞，谢谢寻找之星，感谢秀，感谢邓，谢谢歪，谢谢感谢我们爱哥，谢谢大哥，感谢大哥。龙狼啊，牛逼的，你叫他翁大一点，知道吗？那你叫你那些、啊、叫你那些老头快点去偷电瓶，照一下镜子看一下他有多牛黑呀、啊啊，丢咖喱、哎，后面守个气球上来，呸，垃圾货一个。啊，你嫁得很好。妈的，真的是柳昭婆，你柳昭婆嘴巴那么还脏啊？是离婚了是吗？没男人要了吧你？我跟你讲啊，那个什么。那个玉莲黑呀、啊，他妈的，你不照撒泡尿，你照一下你那黑杯样子，知道吗？锅底灰的没你黑。你的妈了！这打 PK， 还要拿着生好来说话的，我跟你讲，这把你打我，这是你家的榜一是不是？这是你家榜一吗？我问一下。真的还有话真的。啊，我一样。妈的，还说你拿了，还说你家榜一，我问一下你。
妈的，啊，长成这个鬼样，这么老的人你会玩手机吗？这什么你有点夸张了，你看见的重点，我知道吗？他榜一都是这样，天天，你看为什么这个牙齿少了吗？就是被他那里挂的，懂不懂？挂成这个鸟样的吗？啊，懂不懂？如果真有那么大的年纪的话，都不会玩手机，知道吗？啊，十万，懂不懂？啊，十万啊，你看，来，我有份，多得六七十岁。他家榜二老爷昨天说吃到了他的生蚝了，就是哦耶，你看吃到了，笑成这个样子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懂吗？吃到你那个龙狼了是吗？笑成这个样子啊！仔哥，今天有没有条件啊？真的是，赶点，冲点！欢迎我回忆哥，上菜来上一份半给我，我也是一份半来上。柳州伯的老爱做奶奶的人了，还有爱情票吗？啊，你还有爱情票吗？啊